何 <music> 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》讲记，诸位同修及网络间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、啊，我们上一集啊，学习到这个大皈依光明云啊，在细分啊，发起系。 啊！佛放这个光明云，好，我们学习到大皈依光明云啊。我们今天啊，这个光明云最后一个大赞叹光明云，赞叹谁赞叹？诸佛如来赞叹啊。他这个。 我们一定啊，啊要留意啊，这个经文，这个诸佛如来赞叹，这非常非常的稀有，赞叹我们的成就，赞叹我们真的回头，生佛不二，所以诸佛如来啊礼敬众生，而众生瞧不起。 佛菩萨没看在眼里，鬼棒佛菩萨，不相信佛菩萨，但佛菩萨也不会因此啊远离众生，还是永远啊关怀爱护众生。佛没有离开众生，而是众生背离佛菩萨。 我们今天学佛，要学佛菩萨的用心与行持，啊，不能学众生。学众生，我们又要六道轮回了。无量劫来，六道轮回苦不堪言，啊，今天遇到稀有难逢之因缘，我们要珍惜，要从此回头。 不再造轮回业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这十句啊，就是以上啊，这个实际经文意义啊，很深广，以大圆满。 光明云开端，以大赞叹光明云结束，圆满到极处。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，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，波若破除一切迷惑颠倒，三昧。 排除一切障碍，吉祥是毅力的意思，啊，毅力之德，啊，这个意啊，跟利啊，这个利益合乎这个意啊，这个是吉祥的意思，啊，吉祥之德。 福德是助道之德，啊，胡能除障啊，胡胡报啊，排除我们的障碍。功德是灭恶生善，三宝是真实的归处，这是性德圆满的大纲。最后以赞叹做总结，啊，所以以上啊，佛放这个。 十种光明云啊，它表法意思啊，啊，可以说究竟圆满了。好、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：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，又出种种微妙之音。前面一段是世尊放光，显示。 自己所证的离体，啊，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。佛有，众生也有，啊，这个性德啊，生佛不二，都有。那佛呢，它显现了；，啊、那众生呢、啊，没有显现出来。幻光现瑞。 其实只有法身大士才明了，一见到之后，世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圆满的法轮，刹那之间圆满接受，啊，圆满接受啊，全盘啊都接受了，啊，这是法身大事啊，看到佛啊放光，啊，一句话没有说。 他、啊、就完全明白，完全接受了。司法界的众生看到放光，欢喜赞叹，不明了佛放光的含义。啊，看了，啊、哦，他还不明了。啊，好像我们看到啊，这个路上这个红绿灯啊，啊，看了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。 不知道啊，那就要加以说明了。所以世尊再以音声说法，放光现瑞度上根人啊，这个上等根器的人啊，看到佛放光，他就开悟了啊，一句话不必说，他就开悟了。出微妙音呐、啊，是度中下根人。 啊，我们中下根器的度我们这些人，出种种微妙之音，是对娑婆世界众生说的。啊，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。楞严会上，文殊菩萨拣选圆通，选择最适合。 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的法门，选择的是观世菩萨耳根圆通章，说明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啊，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。读经不容易开悟，听经容易开悟。耳根的功能比眼根强。 十方世界的众生根性并不一样。香积国的人，一耳根不灵，舌根与鼻根很很利，啊，请他吃饭，一吃饭他就开悟了，这妙极了，以香饭为佛事。 啊，如果世尊在香积国讲《地藏经》，啊，那这一段经文呢、啊，一定啊，是出种种微妙相幻，啊，所以我们佛门呐、啊，这个厨房啊，叫香积厨，啊，就取这个意思，啊，就是吃饭啊，也会开悟的。那么这是香积国的人呐、啊，他们十根。 离根呐，是最低啊！跟我们娑婆世界啊，那就众生的根气啊不一样佛说法一定是气理气机啊！前面放光明云是气理，出种种微妙音是气机。佛放光，我们也会放光。 心地真有慈悲，自然就有慈悲光明显露。啊，大家大家呢，应该都有经验。啊，看到某一个人呐、啊，感觉这个人呐、啊，啊，看起来很慈悲了。啊，心地很清净。啊，在外面呢、啊，这个形象，啊，让人感觉这个人呐、啊。 很清净，这就是放光心里真正清净慈悲啊，从脸上、身上，啊，自然放光，啊，不但放光也放香，香光庄严，啊，一般俗人啊，身上啊，气味很难闻。修行人心地清净光明。 身上气味是香的，啊，新牢上一年洗一次澡，剃一次头，无论寒暑，穿同样一件衣服，领子上啊那个油垢很厚，但是你。 给他拿来闻一闻啊，啊，很香的。可见性德的流露，不但身放光、放香，连居住的环境啊，都放香光。我们平常讲香光庄严，我们进入会感觉很舒服自在。现在人讲的磁场特别好。 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，佛出种种微妙之音。所谓弹波罗蜜音、思波罗蜜音、颤提波罗蜜音、毗梨也波罗蜜音、禅波罗蜜音、波尔波罗蜜音、慈悲音、喜舍音、谢脱音、无漏音、智慧音、大智慧音。 狮子火音，大狮子火音，云雷音，大云雷音。前六句是讲六度。诸佛菩萨他们肯定，尽虚空变化界是自己，决定不是认这个身是自己，所以正得无量寿。 啊，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啊，这个不是只有这个身体是自己啊。所以诸佛那证的无量寿啊，啊，净虚空骗法界它没有生灭啊。我们这个生有生灭啊，啊，这个生也是在虚空法界当中啊。证、啊、无量寿这个道理就在这里。 虚空法界不灭，我们生有生灭，身体的细胞有新陈代谢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体质永远不会改变？他们的新陈代谢完全没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意思就是所换的零件永远是新的。 迷惑颠倒的人，为什么新陈代谢的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、健康的？他心里有贪嗔痴慢，换成的细胞都是带着严重的病毒。我们如果不深入精藏，不明白大圣的道理，对于这个事实真相，怎么会知道？ 所以一开端，把六波罗蜜放在前面。一切诸佛菩萨为众生讲经说法，教众生修行正果，不出这六个纲领。谈诺啊，是犯音，意思是布施了。布施有三种：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 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三种布施具足。讲经说法用智慧、体力，这是内财布施。啊，因为佛他没有经营事业，他没有这个外财啊，可以布施。啊，所以他的布施讲经说法。 用身体、智慧、时间，那这是内财布施。说出的理论与方法是法布施，内容是法，众生依法修行，就能够远离一切忧悲苦恼。 知道脱离轮回的道路，这是无微不至。佛帮助众生解脱六道生死轮回，永远远离呀这个生死轮回之苦。啊，生死轮回很可怕，这是。 真正的无为不至，究竟圆满的无为不至的，思罗是持戒，他的生活有规矩，他说法有条理层次，没有一样不如法，如法就是持戒。我们世间很多事情，啊，办事各方面的。 都有它的规则，遵守这个规则、规矩，就是所戒的意思。所以此地这个戒，它是广义的。禅提是忍辱，就是有耐心。生人于恭敬供养中不生交易，以称骂打害中不生怨恨，这是生人，法忍。 以寒热风雨饥渴等法恼害之时，能安能忍，不生嗔恚忧恼。啊，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面的啊，我们外面呐啊,啊，这个环境。 啊，遇到这些恼害了，啊，能够安忍，啊，能安心去忍受，啊，不生嗔恚忧恼、啊，这个是法忍。一切众生的违逆，活菩萨能忍，自然的灾变能忍，啊，对自然界的啊。 灾难、变异啊，灾变啊，啊，这个一般讲灾难啊，那遇到这些灾难啊，能够忍啊，像这次的新冠状病毒是全球的一个灾难啊，大家不能出去了啊，都要在待在家里了，不能出国了，那也不怨天尤人啊，能够安忍。 啊，能够配合政府防疫的措施，啊，就是这一条这里讲的啊。这是当然啊，生活当中这些灾变啊非常多，这是举出现前的一个例子。我们以此类推，举一反三。那么，人在我们修学佛法是。 更需要了，修学佛法要很长时间，参学很辛苦，能忍啊，去学习很辛苦，也要忍。我们要有很大的耐心，才能有大成就。小忍小成就，大忍大成就。毗梨耶是精进。 精是精纯，净是进步。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，是精；智慧德能越透越多，是进步。这是真精进。禅定心有主宰，不为一切净言所动。 啊，我们一般讲啊，第一个功夫是八风吹不动，啊，就前面讲的，啊，都能碌碌不动了、啊，啊，这个外面人家的诽谤无路，如如不动，环境的啊，一些灾变也能安忍，碌碌不动，这就得定了。 所以伦理上，孔老夫子三十而立，啊，那是那个立啊，不是我们现在讲啊，啊，成家立业了，啊，那个立的是八风吹不动了。你看啊，孔子他三十岁就八风吹不动了，啊，他已经立住这个根了。 啊，不为外境所动了。你赞叹他也好，你诽谤他也好，他不为所动了。遇到在困难的环境，他也不会所动了。啊，像陈菜节粮饿了七天，我的学生都受不了了，他还是安然自若，不为所动。啊，这个就是禅定了。 所以禅定就是心有主宰，不为一切境界所动。般若是智慧，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楚明白。虽清楚明白，绝不着相，绝不分别，这是真智慧。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。在这个当中，不生分别执着。 这是真智慧。啊、那么，以上就是给我们讲六个，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六度万恨。一切法门里啊，这一切法门里面，唯有念佛法门才能度苦难众生。啊，这是我们敬老和尚啊，先讲这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 已回归到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部经是《无量寿经》啊。镜中的理事因果，若不能透彻了解，则心无主宰啊。那么，我们敬老和尚啊，讲这段话。 也是有感而发了啊！当时有人提倡本愿念佛，不必念佛，也不必持戒吃素，只要发愿往生就行。这害死人！那这个我到日本去啊啊，特别听到啊啊，跟日本的法师交流。 日本那边呢、啊，很多这个修净宗的，他是修本愿念佛。那根据他们讲，就是你只要发愿往生西方，你你怎么死的都可以往生西方啊！吃过死的啦，恨死的啦，你只要发愿就可以了，其他通通不需要了。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了。 啊，那个是把善导大师啊，啊，经典里面讲的十念必生啊啊，产生很大的误解，可以说断章取义了，啊，很大的误会。那依照《无量寿经》第十八页，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第十八页讲的很清楚。还有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。 下品下生，啊，一生造作五逆十二，临终第一项现前了、啊。这个时候，一刀三之势给他开导，劝他信念念佛啊，一念十念往生西方啊，那么应该啊啊，这些提倡本念念佛的人呢、啊，就是看到这个经文啊，那就提倡这个了。 那这个啊，经典是这么写的，话讲的没错。关键呢、啊，临终的时候，我们的头脑，我们能不能有把握，很清醒？若昏迷，活菩萨来助念也不能往生。那么助念啊，帮忙消业障。 这个是可以达到啊！往生要自己发愿呐，信愿行啊，真信发愿念佛啊，自己有具备这个条件，旁边的人来帮助啊，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。所以这个也不能图侥幸啊，也不能误会。 念佛同修要回过头来，依照印光大师的教诲，顿伦尽分，贤学纯成，深信因果，老实念佛。啊，深信因果就是要断恶修善了，这一生才能得度。 禅定就是心有主宰，不听信谣言啊！人家讲的啊，一些不实的言论啊，不为所动，不受他影响。这是禅定，啊，自己心有主宰，持戒念佛，决定是正确的。 不食众生肉是慈悲心，啊！你说提倡本愿念,念佛，啊，又可以杀生吃肉，也不用持戒，啊，临终啊一念十念，那就往生西方了、啊，这个误会很大。佛法是慈悲为本，怎么能舍弃根本？ 一天到晚杀生吃肉，你慈慈悲心何在呢？忘失根本，岂能往生？你把这个根本忘记了，怎么能往生？古人说：“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有口无心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若心愿行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” 只是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心愿与佛完全相违背，念十万声佛号都不相应啊！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但那个心呐、啊，愿呐、啊，跟佛是违背的，这个就不相应了。阿弥陀佛的心愿。 解行在哪里？在无量寿经当中，啊，的确啊，我们敬老和尚提倡这个下联居老居式的汇集的无量寿经，真的讲的非常详细透彻，啊，常常读诵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，通通包括在其中 啊，依照这个经来修行，决定往生。其他法门必须要先解后行，啊，先理解，而后才能去修行。净土法门方便，可以先行。啊，你一面行就是一面念佛啊，一面求解。 啊、他这个解行啊，可以同时只有行无解也可以、啊。我们看到很多老太婆、老阿公，他也不懂经典，他也没听过经啊，啊，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往生的时候站着走、坐着走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、啊。 这种人是老实人，这种人也不容易。虽然不懂经教，不懂道理，但是他能够老实念。这个我们要学也学不来，一天到晚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，就是不老实。 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，理论清楚，方法明白，佛号念的才相应啊！听信谣言邪说是不老实的啊！过去早年呐、啊，这个在二三十年前，我到花莲正中协会啊，那个时候潘会长。 啊，他担任会长。啊，有一次请我去讲经，去到那边就问我了，就问问题了。啊，他们最近呢、啊，花莲有一个法师啊，去那边弘扬本念念佛，啊，他们都去听了，听了疑问很多。 当时我就跟他讲，听的疑问越来越多，那何必去听呢？啊，我们听经啊是要断疑生信，越听疑惑越多，那不如不听嘛。我说这个，我们见老和尚这个录音带啊，当时都是录音带啊，还有录。 上待净老和尚讲的经太多了，听不完了。听到有法师来了啊，大家一窝蜂啊跑去听了啊。听了如果把这个疑惑都断除了，那当然是很好。越听疑惑越多，不如不听了。啊，老实啊，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的。 那疑惑就不会那么多了，所以这个理论方法一定要自己认识的很清楚、很明白啊，念佛才能相应啊，随便听信谣言，人家这么一说，你看、啊、那个信心都动摇了。 啊，听了几年牢上的清教，去听其他法师讲个一场两场，那信心就动摇了。可见得对这个敬老和尚讲的理论方法没有真正明白，到最后把自己这一生往生的殊胜因缘错过，甚为可惜啊！ 慈悲因、喜舍因，慈悲喜舍是事无量心，是世界天人主修的科目。世界天人都有慈悲喜舍这样的心，慈是以乐帮助别人得乐，悲呢是拔苦。 帮助别人离苦，喜是欢喜心，看到别人离苦得乐，心生欢喜，随喜功德。舍是一切放得下，一切不执着。谢脱因，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，出三界。 无漏音就是清净音，落。佛学名词“漏”这个字是烦恼的代名词，好像那个水桶啊破了一个洞啊，水装下去就漏掉了。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，我们自信的功德啊，被这个烦恼的漏洞漏掉。无漏是烦恼断尽。 都不会漏了，烦恼不生，智慧因大智慧因，这是全十二字。佛法是以智慧作为教学的总目标，中心是戒定慧三学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。 也帮助一切众生开启这两种智慧一字，一个前置，一个实智。前是权巧方便的、啊，啊，实是真实的，真实智慧。权巧方便的智慧从真实智慧当中产生。 狮子吼音，大狮子吼音，这是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，像狮子吼一样。狮子比喻菩萨，大狮子比喻佛陀。菩萨能教三圣人，佛陀能教一切众生，包括等级菩萨。 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称为大师之后云雷音，大云雷音，这是比喻云能助雨，雷是雷电，能震动人心，震动人心。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佛所说之法，比作法语。 见识没有分别执着，雨从天上落下来，大树吸收的水分多，小草吸收的水分少，不是雨有分别，啊，雨它下来都是平等的、普遍的，啊，但是地面上啊。 这些植物，它吸收的就有多少不同了、啊。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佛说法，像下雨一样，华雨。一切众生闻佛说法，小根器得小利益，大根器得大利益。善根深厚的人误入深，善根浅薄的人误入浅。 不是佛有分别，而是众生根性不同。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讲，啊，他到台中联社跟随写入老人、李炳南老去是学习经教，他收获非常多。就有同学问他呢，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啊？私下教你啊？ 他说：“没有啊，跟你们一样啊。老师讲课，大家不都是一同坐在一个教室听课吗？老师没有特别对我讲什么、啊，跟大家讲的都完全一样的啊。那为什么每一个人他听讲得到的利益不相同？” 个人根气不一样，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啊。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深，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浅，甚至还有听了他完全不能理解的，业障很重的啊。所以根性啊不同啊，所以得到的利益啊也不相同。 云雷比喻佛说法的普遍，没有分别执着；比喻佛说法的威德，能令一切众生觉悟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：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，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，亦集到刀立天宫。 以上就是佛啊，出音声，啊，说出种种的微妙音，出如是等不可说、不可说音,音这一句经文是总结音声说法，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。 震动虚空法界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是一个大千世界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本是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。他方国土那就不是娑婆世界了啊！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刹土。 也全部都震动了，啊，不止娑婆世界震动啊，十方诸佛的国土都震动了。因为这次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、度化众生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，十方世界以释迦牟尼佛、地藏菩萨。 有缘的众生皆来集会，十方无量无边刹土，天龙鬼神也都到了刀立天来参加这个法会，参加这个集会。这次法会，佛菩萨、声闻、缘觉、天龙、神众、鬼王，全到齐了，无比殊胜。 下面呢、啊，就给我们举出啊，这个天众、龙众、鬼神等众啊的一些代表啊，我们请看经文。所谓四天王天、刀立天、须焰摩天、都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。 这里首先啊，给我们举出异界六层天啊，异界天有六层，第一层是四王天啊，四天王天，四大天王啊，在佛门是护法，在中国寺院天王殿供奉四大天王啊，你一进那个寺寺院呢。 这个大门啊，一进去第一个就是天王殿。天王殿当中啊，供奉弥勒菩萨，就是面对门口弥勒菩萨。那弥勒菩萨的塑像啊，是以这个宋朝啊，布袋和尚以这个像塑这个像。 那弥勒菩萨后面呢、啊、是韦陀菩萨，啊，但是韦陀菩萨呢面呢、啊、朝这个里面，像大殿。弥勒菩萨的造像啊，啊是五代后梁的布袋和尚像，胖胖的，啊，那么宋朝啊。 的时候也有布袋和尚，所以这个布袋和尚啊，在很多个朝代，他都有事件啊，也有事件这个在家居士的。那么此地啊，给我们讲啊，这是五代后梁，啊，这个五代十国啊。 这个布袋和尚啊，胖胖的，肚子大大的，笑眯眯的，背一个大布袋。世间这个相的目的是觉悟众生。世间人心量太小，容不得人。肚皮大，表示能包容。在中国有句俗话讲啊：“宰相肚里能撑船、啊。” 也是这个意思。弥勒亦称慈是，代表慈悲，人家供养的不分贵贱好丑，一律平等放入他的布袋。啊，他每一天都扛一个大布袋。那你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好的不好的，他全部都丢在这个布袋。 那表示什么呢？一律平等，好不好？都放进去。有人向他请问啊，什么是佛法？他也没有说，就把布袋啊，往地上啊，往地下放。那这一放啊，那大家就知道了，看到、哦、布袋和尚啊，布袋啊，放在地下，这就放下。 表示放下，放下一切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心里毫无牵挂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呢？世间人啊，不管在家出家，牵挂事情太多了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放不下了。啊，弥勒菩萨呢？ 他表法啊，表放下。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？啊，人家那放下了，那放下后,后后后面怎么办呢？他也没说话啊，就把地下那个布袋啊提起来就离开了。 啊，所以放下之后要提起，提起什么呢？上求佛法，下化众生了。啊，就是说自行化他了。上求是自行下化是化他。我们一进寺庙，要学习弥勒菩萨放得下，提得起。啊，所以我们我劝。哦欠 在家居是布施啊，那布施啊，就是说你有多余的财物可以做好事啊，在三宝里面种福啊，这个是布施，布施是放下了，那不是叫你啊什么事业都不做了啊啊辞职了，什么都不干了，那不是那个意思。 是叫你啊，心里啊，把这些牵挂放下。那你平常啊，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，应该自己做的就要去把它做好，要提起来。这个才是佛法教学真正的意思啊！这个不能误会啊！过去有很多一些居士啊，听到我们敬老和尚讲放下。 啊，工作也不要了，辞职了，啊，钱也都不收了，啊，到最后生活有困难了，去找老和尚，啊，我们见老和尚讲啊，你完全把我的话呢误解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放下要提起。 提得起，要学他大慈大悲，能容忍容物；要学他满面笑容，常生欢喜心，欢喜接引一切大众。弥勒菩萨像供奉在天王殿大门，含有护法之意，护自己的慈悲心，护自己的放下提起。 护自己的长生欢喜心，啊，笑面对人。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，要从这个地方护起。入佛门的条件，真正放得下，心地清净无为，真正提得起，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。 四天王啊，就是四大天王啊。东方持国天王，四大天王也都是有标法的意义。持国是护国啊，护持国家，教我们如何保持国家永远兴旺。从小处讲啊，小的地方讲，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。 自己的家庭，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，自己本身一生建功立业，扬名四海，得泽后世，这是我们这一生中真实的成就。四线的精神就是要负责尽职，人人能尽责，在工作岗位。 认真努力做好。天王手上拿的道具是琵琶，琵琶代表中道。儒家讲中庸，琵琶是弦乐器，弦松了它就不响，你去弹了啊，声音不响。你调的太紧，它就断掉了。 一定要调到适中，弹出来的音色就很美。我们对任何人事物要做到恰到好处，啊，不要太过，也不要不及，啊，这是行中道。这是东方持国天王他表法的意义。 南方增长天王，增长啊，就是进步了啊！教我们求进步，我们的智慧德行要增长，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，一切都要求进步。向善法精进是正面的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假如向二的方面进。 贪嗔痴慢增长，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、天灾人祸啊！南方天王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、理性的精进，他手上拿的是剑，剑代表智慧啊。这个剑啊，在佛门里面呢、啊。 表智慧界，唯有高度的智慧，才能带动进步，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。我们现在讲啊，理性、啊、理智了，啊,啊，这是南方啊增长天王他表的话，一定要理性，我们的国家才会好。 才会进步，社会才会安定，啊，家庭啊也才有真正的幸福美满。西方广目天王教我们多看，也就是多学习，广学多闻呐、啊，啊，多多看，多多学习啊，做什么事情不能闭门造车呀？ 我们现在讲啊，要去考察考察了，看看别人怎么做，啊，我们来改进，啊，多学习。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，吸取经验教训，舍人之短，取人之长。这两位天王代表广学多闻，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。 德能才能为国家、为一切众生服务。西方天王一手拿龙或者拿石，一手拿猪。龙石会变化，代表社会上一切人事物千变万化，猪不变。啊，那个龙石啊。 啊，我们一般讲龙蛇混杂啦，啊，千变万化，那个猪啊不变。啊，在一切变化当中，掌握不变的原则，不变就是定慧，就是沉静，至诚恭敬，以此原则处事待人接物，无论社会如何变化。 都会应付自如，教化自在。北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盖，啊，伞代表防止污染，防止思想、见解、心理、生理的污染。我们不能把四大天王当作神明来看待，要理解天王名号。 疗法的预期，才能得真实利益，使自己生活幸福，事业成功，天下太平。四王天的天人寿命五百岁，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五十年，寿命很长。 再往上去是倍倍增加了啊，在刀立天呐，那寿命就是一百年了，那等于我们人间啊、呃，这个刀立天的一天呢、啊，等于我们人间呢、啊、一百岁啊，我们人间呢、啊。 啊，这个活到一百岁，哇、哦，寿命很长了。啊，在刀立天人呐、啊，他看起来啊，在他们那里就一天啊，一天呢、啊，就是我们看这个人呢、啊，早上出生呢，晚上就就过世了啊，在他这个时差很大，那四天王天他是五十年了，五十年。 五十年，我们人间五十年是四天王天，他那里一天啊。我们人间呢、啊，活到一百岁啊，是四天王天两天。所以这个天人看我们人间的寿命啊，那、啊、很短啊。所以过去这个。 道仙律师啊，感应到四王天呐、啊，啊，每天送供养给他，啊，那么就他常常问四四王天天人啊，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生活的情况种种的，那四王天天人他怎么知道呢？啊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到道仙律师那个时候一千多年了，啊，他在四王天还还没几个月啊。 还没有多长时间呢、啊，啊，所以天人他都看看过看到，所以他的道线历史讲好。那么这一节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先学习到这里。下面呢、啊，刀立天，我们下一节课啊，在下一集啊，再继续来学习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欢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